其实你可以不让他去的。他逃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命运。这样的老黄，谁都没资格拦着。哥，慢点，汗都跑出来了。老黄走了。啊。 他手上给他拿了包子，还想让他带上呢。换不来的。怎么我家黄满也学会叹气了？要是老黄不走该多好！所有人都留下来，都不要离开。对，都不离开。 说也奇怪，你说这个北莽南宫，也是名门世家。我派了密探，打探了这么多时日，也没有把南宫仆业的根底给挖出来。你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。就这位，有多大功底？从一品，给他十年。 可拜尽众生。哦，这么说，咱们家凤年捡了一大宝贝。啊，
宗师风范，宗师该是什么风范？好看。 今日不该是你的籍贯之礼吗？怎么跑来看刀？徐骁想让我师父观礼。会下了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是他给自己搭的囚笼。天下乱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。 你何必再纠缠往事啊？你还记得当年天下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你就不能放下吗？怎么放啊？沾满了血的手，洗不干净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早就应该啊。 四本而亡了。嗯，不，不一样。我当年是为了不在乱世，拾起了刀。现在呀，黎阳一统，我的事已经做完了，而你的事却没做完。北凉上空，这徐子棋。 还不能落下，所以你不能停步，还得接着走下去。你比我辛苦啊！你就自己躲清闲吧，把他们最难的路留给我走了。我还帮你教儿子呢。就你？啊？教的确实不错啊。<笑>下去吧。 凤年，籍贯之礼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哎，李义山是你师父，难怪你不肯学武。以心治理，好过冲阵杀敌。只是这样的人，最多做幕僚。 却难以令三军归心。若是我接掌北凉，怕是难以服众。你是想这么说吧？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不肯学武？一个文武双全的世子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所以，全天下人。 只知道你好色，荒唐。废物，命长。你该走了。今日是我籍贯之礼，要不要一块看看？我怕吵闹。行吧。 走了。 师傅还是不肯下来、啊？哎，也罢，就他那身子骨，哼，这么冷的天，他肯定吃不消的。嗯，王爷，龙虎神秘报。
老黄已经离开了龙虎山，正在前往武帝城的路上。早点打完，早点回来。东海王先知岂是凡人可敌的呀？今天是你的籍贯之礼，不说这个，走。等等，宗庙是在这边。我知道。籍贯之礼应该去宗庙才对。我给他改了。按照古制，要祭天地、祭先祖。都不用祭。不祭天地，不祭先祖，那去哪儿行籍贯之礼？去见你娘，也好让她亲眼看到你籍贯成人。娘生前呀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两尊尸像。那边是你的两个姐姐和黄蛮儿，只有你在这一侧。你娘对你的宠溺偏爱，从未有过止境。都说我徐骁是一个疯癫残暴、不识礼数的粗鄙之人。我认了，今天你的籍贯之礼不祭天地，只拜你娘。黄蛮儿呢？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弟弟啊，每次给你娘上坟，他哭的都是撼天动地的，还是把你的籍贯礼完成了再说，啊，走。如此籍贯，便已成人，你也可以感到欣慰了。跪下。取冠。
令月吉日，使家元福，弃而幼稚，顺而成德，受口为奇，戒而警服。京城上下都盯着你这一关呢、啊。此关视为古制，今日之后不可再戴，这一关后可入室，可治人。除冠易服。35万铁骑都等着这一关。这第三关本该是绝变，受宗庙祭祀之权。我想了想，把它给换了。此关不合礼制，亦无典故，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。天上地下没有人会在乎他，除了你娘，因为这是他亲自为你缝制的。你母亲缝制他的时候就盼着能够看到你戴上此冠，现在他终于瞧见了。是封侯，执掌千军，固然很好，可再好也比不过他。是啊，什么都好不过他。来，
你仔细看看，凤年长大了。他们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在看什么呢？天下这么大，啊？站得这么高，还是看不全呢？或许本来就看不全。或许，站得还不够高。还嫌爬得不够高啊？站得高点儿，看得也清楚。山底下风景也不错。凤年，按古礼说，行过籍贯之礼，你就算是长大了。又想劝我接受陪粮？不急啊，这事儿你可以慢慢的、仔细的去想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在今天之前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是，年轻真好，啊，但就是这个眼光、形势不够周全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就好比是一把大伞。啊，把那些风霜雪雨替你挡得远远的，所以啊，你做不了的决定，当爹的替你做了。什么决定？黄门去哪儿了？已经出城了。别急，他会回来的。你不想杀宁峨眉，又想让你弟弟留在北凉，啊！我只能替你找出这第三条路。不杀人，啊，你弟弟可以留在王府，而且北凉还不能生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军中大营那些将校武官为什么亲近你弟弟？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如果他没了这副根骨呢？怎么就没了？我要重塑他的筋骨，让他变成一个凡人。这样，你可以不用杀人，你弟弟就可以永远留在王府啊！那些人也不会利用他来扰乱我们的北凉。怎么重塑？天下门派众多，武功繁杂，但有一个门派的武功特性能让你弟弟洗经换骨。哪一家？武当。这徐骁，你答应过我娘要保护好她。我答应你娘是保护好你们。你想两全其美，我只能这么选。权力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我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，那是给他一生的安稳。嘿，要想让黄满儿留在北凉，只此一路。
能再帮我一个忙？你说说看。再做我一次护卫，陪我去武当。杀气腾腾，要闯山？不是，救我弟弟。北凉王府35万铁骑，为什么叫我做护卫？王府内外皆是徐骁麾下呀。所以你爹没同意你去？我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我要是帮你，你爹怕是要把我赶出廷朝廷。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廷朝廷吗？你要做天下第一高手。为什么要做高手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完成自己用血写下的誓言，为逝去的人讨回公道。这是我活着唯一的目标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。虽然我没有帮你，但府上有一个人不在你爹的麾下。水里出来那个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多谢。等等，秀东借你防身，回来还我。我不会武功，怕辜负了这刀。就当是朋友，借你的心意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是嘞。什么事？陪我出城。出城干嘛？我去。你答应过老黄给我做护卫的，江湖人说话不算话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武当。这么远？啊，不去不去不去。哎。言而无信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你看看，一匹也没有。你爹把马都收走了。先出去，街上有罗马市，大不了现买。你爹突然传令，所有战马运到兵营。我就猜到你要闹事，劫了两匹马下来。要借吗？两贯钱。我可说清楚啊，以你爹的手段，灵州城内你保证一匹马都买不到。谢谢啊。说了要钱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两贯钱回来给你。我可不是要帮你啊，你离开北凉最好，见不到你我才轻松。前辈，你出城是和你爹对着干。没错，要追上我弟弟，搞不好还要动手抢人，
前辈怕了？哼，这才有点意思。走。来看看你缺点什么。我听人说你给徐凤年送马。消息传得这么快？徐骁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徐凤年出城啊，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怎么？你们两个势不两立。这家伙太贼了，每次都杀不着。你居然还没事？怎么没事儿？动刀不中就得发钱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抢我钱，从小就欺负我。这可算不上理由。大概是为了让他事先习惯起来吧。习惯什么？习惯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。这话里有话。面对命运，每个人都是孤身一人。门打开，奉子婴受命封城，若无军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王爷的命令里说了，尤其是世子不可出城。要不要杀出去？他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应该付出性命。换个城门看看。徐骁不会留这样的漏洞。那就找熟人，走人情。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徐骁要让楚如山送黄蛮儿去武当了。你爹把什么都算死了，一点机会也没给你留。怎么，放弃了？这营号听着耳熟，想起来了，走。走走。世子又来了。灵州城外，我是第一次见你。是，当时在下奉命接世子回城。当时你报了名号，奉子营是你麾下。没错。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帮我开城门。城门怎么了？你家奉子营现在正在封城。为何要封城啊？徐骁的命令。既是军令，自当遵从。我不去。他要回我弟弟根骨。小王爷，能不能救他，现在就看你了。徐凤年是用手令入的地牢。那令牌是他师父给的。宁峨眉定会下令开城门，他是奉子营主将，他的话对奉子营就是军令。宁峨眉最佩服的就是黄蛮儿，他一定想去救他。你还追得上吗？
追得上。好，追上以后帮我传个话。世子请回，明日之前城门不会再开。宁将军回来了，传我军令，开门。备马。遵令。正。站。正。正。正。世子。黄蛮儿呢？留在武当山了。你把他一个人留下了？知不知道徐骁让他去武当干什么？义父没说啊。他要毁了黄蛮儿根骨。你也不用那么着急，能改人根骨也只有武当新法成就大王庭，武当很多年都没人能做到了。怎么了？世子不知江湖事，武当没落全凭掌门王重楼独当一面，此人精彩绝艳，现已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又有人练成大王庭了。走，追去武当。陈继报，世子先走，我挡住他，逃不掉了。有话带着，请说。义父让我传话给你。凤年，你已经成人，是该学会做抉择了。黄蛮儿之事本就两难，既然你已追去，就由你来决定结果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武当。你若想保徐龙将一身神力，就要回到最初抉择，要么让他离开北凉不再回来，要么就学会杀人。杀人？杀谁啊？武当你可以去，北凉军必须回灵州，宁峨眉、楚禄山跟我回去。管到我头上了。他说的对。世子，北凉军已是皇室心头大患，长时间不在驻地，天知道会引来怎样的猜忌，你们得回去。是，还请世子念在手足之情，护住小王爷周全。一言为定。行。徐凤年，想清楚后果再做决定。走，走。到了，准备怎么要人？沙场武当，直接求见王重楼。武当掌门魏一见。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定格成画。当岁月过尽千帆浮华，
谁会再去打开它？只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，只为看透。我会再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。只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。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